没有，有水油吗？哈，有水油，有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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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
好，六十五的。你摸，挺好，前肘的。头前肘的，一个后肘没有。前肘。好，这数字推牛的，八十八块八。八十八。四个八，少给点吧。少给俩吧。给我留俩吧。先留着。啊。这条没皮呢。 这个呢，上面这个，来俩，啊，给一百吧，给你拿着，啊，给装上，一百元，便宜吧，是，啥的？啊，都来块烧的，这是前朝，哪个？前朝，正宗前朝，这牛肉啊，给我，三十呢，都多好，还有那个梅花肉呢，这俩一个猪，啥兄弟？烧到北，是这道垃圾不？ 少嘎的，少嘎的，叫头刀肉啊！那我来，这个叫我来，我来。好，看着没？想咋吃啊？炒菜来这个，香中不？好不好？不要二斤吗？拿来不好，你别要。 大姐，你别没事，没给你了啊！你看你相中不？相中你了，拿着相中拉倒。你要不？要准说。要准说，买肉有懂行，有不懂行的呢？三十，哎，不对劲儿，33块，稍微照你计划多点。 来三斤，来三斤，33的，33，是这拿吧？啊，走，多大点？这一边瘦点的。你来3斤，给你多大多些？你多点也中啊！你要不说3斤，你给我来一刀，我这多点了。给50。给50。都搁一块了啊！ 哎，这个非得给，这个。这个大，那边的。是的，您要不？小的、大的都行。嗯，你这一个大的。给这个切点去。大没人买着吧，大姐。没买够，搁这儿。搁上啥呀？你就这打标都打没了，还让我切点去？你这。好，给一百。你老人家。 钱没钱没了，我这现在下完了还够100斤了，还嫌小。几点了？9:10，开始清张大甩卖了。来，卖老子这点零肉得势了。就得来个要饭，这会儿买多少？剩半拉猪肉，完咱就上集。半拉猪不动了，牛奶集。啊。 上哪集呀？牛奶，牛奶，多远呀？那不上集，牛奶还远呢。我得榆关上这秋钱了都没远呢。哈哈哈哈哈！也就这样了，120了都。俺开车也快。够吗？我这苦命人就得这样求，像你那得家坐着都有钱的事儿。妈呀，这一天的我现在干啥呀？我有你的条件，生活找不惯了。 别说了，一说都眼泪，都眼泪呀，眼泪哗哗的流着。
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是五块吧，片儿？啊，是五块，是五块。大肠子没了是吧？大肠子没了，你得预定。啊，得预定啊。不预定那玩意没有。买啥？买肘子。腰牌清仓不？腰牌还用清？你都在那等着都没有。你说大姐，我还等着买点腰牌呢。是等腰牌不清仓，咱俩一窝里头得一商量价去。你这腰秤着了。55元。多买你跟这腰。两毛钱一斤，你连两块都不敢给。你可真狠！我说呀，你买的敢买吗？有啥不敢买的？我拉倒！人家治猴肉有啥不敢买的？推荐了没人敢买，那有10块钱一斤的肉，他敢买吗？10块你说多了，8块都有卖的。是啊，不是敢买。你敢买吗？我去！刀斩么好？8块都有卖的。啊？不敢买，咱刀斩么好？还有几个了？啊？几个猪？剩半拉猪了。剩就这一个了。啊。这个宅几个？你要啥？有。你的是你车上。还俩呢，仨呢。没了。没了。还俩仨呢，我都愁哭了。这俩都能够。那你宰10个猪，你剩俩，你还不乐死了？我还愁。10个猪我没宰上，我中午宰俩猪，你让我剩俩仨的。给点，啊，来一条吧。吃不完的，小哥，给这下菜去。石头绿说的，还那还不？去点不要？对，去啊？哎呀，这回就行了。多去点是吧？我们一直说了。行不行？这妥了。啊，这块。来，给我来这些。哎，给我来这些。等会儿着，我给大寿拉完了，行吗？没了，没了，这肉。没了，这腰牌这条，看看。活着我还够厚了，先看这五花这个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给这把瘦的给搁上，中了，多2块不要了。我这等这个呢。啊，等油，等皮。这肘子也推起来啊！这肘子，你说推真推起来？你说这个肘子，这都不是。主要这个肘子，大哥，哎，这肘子递下来。这也递下来给我吧。这不是。这是。那是哪个肉啊？这叫前头，放的裤子肉。黑猪的。对。啊，看着看着。这杆也是大哥，这杆也是。所以这哪个那个？哪个？那是后秋尖儿那个。这也是黑猪，这也是黑猪的。这一杆都要着。多吧。多多点呗，也不贵，没肥的。那你说错了，姐，这梅花肉你看我标都打没了，看着吗？这肉多好啊。这不是黑猪。这不是黑猪。这前槽也好，大哥，这叫黄梅花儿，都哪一个？这个还不肥，这是一张皮儿。这个那个，这个，35单一。别猜了，一天我差你1块钱，差35。再买前槽比这瘦的没有了，就一张皮儿。啊，这35。这一杆你拿去，完你后回收了不行啊？哪一个字儿？后完你回收了。不，那我们没法卖了。哎呦，这是你卖不卖？说你都搁这拿去吧，你们花5块6块一回收去。5块6块，3块卖你？我这都有这些呢。那我总那么快回收吗？啊，没人要。哪要这肘子？我要。那个拿去之后，你给10块行吗？啊，给你个十几个这个。我也不那卖。你从海岸鸡都这么买？你从海岸鸡买筋骨那个中？后来哪个都是哪个肉奶好吃完了，那11啊，好，50，好了。那么，你那都是退的干净。
这就看出黑毛根子了。这个肘不是，这个是。不，你这俩是一个猪的。不，这是黑猪。是啊，这个呀。啊，你不这不是黑猪吗？刚才有黑猪的。哪一个？没说这个不是。这个是。啊。我没说这不是，这个不是梅花肉是啊，这地这一个你看这黑毛干净你看出来了，只不过这猪我退的干净，这地黑毛底下你也看出来了，只不过制定我退的干净你看不出来，知道不？这俩是一个猪肉，这个不行，非得找黑根子呢。这一嘎头都得扔了，那没法了。那没法。要都就来这块吧，咱这非得来去。不骗他了，带片没了，就你一勺了，带片没了，大哥，少骗他，你让我少骗骗多些，总共没带上一斤肥的，你说110斤肉，10斤肉，这都得三斤，来个真的，他有3斤我不要钱，没3斤你给我21斤就中，你看咱俩赌动，还嘟嘟囔囔，没花肉还嘟嘟囔囔的，我这个雪纹这块来一下两下，把不那，来个红柿就长雪纹，红了吧唧的那个不是，色太深。先扔一条就行，这意思。这老弟的小脸，行。谢谢老弟啊。你是，这都不是，这都是就变这意思。智商不智商都一样。我操，这你这句话白说了，这110，你不骗一个110，骗一个110。这屋不要了吗？这不要了，这个。不要，搁这好卖呀。我过两下子这个事儿。好。来一个，那是后秀黄瓜条，够不？82改80吧。哎，这要不够了，得来这嘎前炒。这两嘎肉给你搁上。你炒菜这绝对好。哎，没有筋，不用看，黄瓜条没有筋。85元，够不这些？好，够不够着点？天干100中吧，他怎么看你是我一百？这不差80，天干100呀？你那个作品都该从头看到尾了，不是，兄弟，那就给80吧，兄弟，给个80吧。拿了，拿了。哎呀，这肥的那个，哪个？这肉肥，100差的，给你割一个。中了，有的算算，别那给90得了。不让搁着拉倒了，多少钱？90。好，梅花肉，横拉竖拉，都拿着吧，要不我多大的肥？我多大的肥得了？都拿我吃不了，多些的，肥多些，10多斤肉，不是块，哎，差一万，你这屋都给我买，我标都给你，我都不要了。啊，怕啥的，沾那血呀？都骗你得了。留一把的人象征性的要你包顾啊。你看才150。嗯，多好啊，装上吧。下手了。80分钟吧。做兵。买不买？买没呢，没买我走了。处理吧。反呢不处理。我这没处理啊。你先买完以后处理。我这50啊，多些150。给大姨50就行。哎，这个正着好就不要了，我拿走啊。这个要不那一个，你给我借个小媳妇儿，给这给你。哎，你借着16的媳妇儿咋弄啊？大媳妇儿家住晃去。